真实的宝藏片，那就是可以制作专属自己的口红、香膏、蜡烛、香薰、眼罩等等哦，就是还有各种形状啊，然后香气、香味跟颜色，还有壳的款式都可以给你选择。今天来是不是今天很兴奋呢？那跟我走吧，让我带你去体验。就是让你亲手做一份礼物，是两个都是可以刻，对，两个都是可以刻名字的。然后这里是它的字体也可以选择，华语啊、英文都是可以刻。你要放一个 love 的 emoji 也是 OK 的，斜线，你要刻的字。材料跟用具对吗？材料跟用具的话，就是你要在这里找到所有的东西。哦，我自己去拿。然后材料的话，跟你大概讲解一下。嗯，对，材料的话是在这里。然后有些是给香膏的，有些是给的 lipstick，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需要的是哪一个。OK。然后这是它的颜色，可以选一个颜色。然后这是它的那些花纹，有猫啊，有玫瑰啊，等等，可以选一个。那我们准备就拿它的口红材料。哎呦，很美哟！刚刚没洗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拿好我们的气球，准备去研究实验，我们的大杰作。看我们的大成品，这样是蜂蜡，对，蜂蜡，然后再来是基础油，主要是这个，下来是色粉，这个，维他命 D， 这个，哎，我们好，四样材料都拿好了，嗯，再去看一下用具，香薰是很常见，然后是加热器，加热器。然后是搅拌棒，棉花刷。首先需把口红色粉倒入烧杯里，步骤二，再用吸管把植物油滴入烧杯里。步骤三，开始15分钟的研磨，把色粉和植物油搅拌均匀。此步骤很重要，因为避免口红成品留有颗粒。2000 years later。步骤四，15分钟后，再把蜂蜡倒入搅拌好的烧杯里。步骤五，烧杯需加热至5分钟，至把蜂蜡融化。步骤六，再滴入一滴的 vitamin。步骤七，再把 vitamin 和口红液体搅拌均匀。步骤八，需要迅速把口红液体倒入模具中，此动作是避免产生泡泡，所以建议快速一次性倒完。最后把口红静置20分钟即可。你看，还有甜点可以吃哎，想要煎蛋还是想要一个片？哇，其实都不是，它都是一个 cake， 它不是甜点来的，它就是那种香皂，然后其实是每个都很可爱。你看，这些做的很逼真，尤其是 Oreo 啊，跟它的 chocolate biscuit 这些，看着都很逼真，就是哇，我觉得女孩子肯定就是爱了这个地方，也很吸引女孩子，而且真的是每个都超逼真。看到就很想吃，很有食欲，感觉是女孩子的天堂。所以我们
今天要做我们香膏，就是盖我们金客的名字，阿呆小心，我们继续拿我们的材料，跟今天的步骤是一样，每个都来一种，这个是有选择困难的。选择第六款的 perfume。会很骚吗，阿丹？小心。不会哦，但是还是。因为脚型是习惯有碰烧的东西，所以还能接受，但是小朋友还是要小心哦，因为怕烫的人还是会小小的烫伤，所以今天是握瓶口的上端，不要握好的下端，避免烫伤。取下香膏，静止冷却三分钟，接着再把精油滴入蜂蜡中，再加入一滴的 vitamin， 并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同样的，香膏液体需快速倒入模具里，避免产生泡泡。固体香膏静放十分钟即可。哇哦，我是做这个吸管。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手作品哦，然后这是我们刚才做好的香膏哦。我们选了第二个口味哦。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口红，我们选了猫耳朵的款式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好像脸上会很灯起来的感觉。妈妈选什么？噔噔噔，请阿呆小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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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OK。这是我们今天完成的完成品，这两款，还有我们刚才写的卡片，然后我们就是阿呆小金。好，做完成口红的香膏，这是它的指示卡片，这边有一个 Sky Cup 的版型，可以签上你的大名。来，然后同样价钱啊，其实还有这个做肥皂和手工天然皂，你可以看我的图片吧。我们的首页放价钱表在这边。那么其实这边就是可以就是 DIY 自己的口红啊，这些等等之类。做完之后，它就有精美的包装，就帮你包装好了，外面的纸袋哦，大家在节目里可以看到，然后就可以想要送给你的男朋友，可以制作给女朋友，然后朋友话可以送给你的闺蜜啊，都很适合作为一个伴手礼送给你的亲朋好友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不要拒绝哦。大家观看我们的片，我们下期影片见吧，拜拜。看什么花呆？看到很多，很有色。那我希望看到很多个你呀、啊。可是。